我的飞行器一定是被我的盛世美颜所折服。看在他为我挡飞行器的份上，我答应每天帮他做个冰激凌。就这样，我开始期待每天晚上7点的到来。可当看到他家楼下停了一辆车后，我怎么酸了，口渴着呢。喝冰醋能解渴吗？这儿小狼狗那么凶，在别人的地方想买狗啊？双子座，绝对双子，太分裂了，知道吗？你呀，不像个小孩一样，呀，还摸头，男人头能随便摸吗？那哪儿呢？这是。了不起啊，这女的也就一般嘛。我的眼光有多好，哪有我可爱？什么玩意儿？有什么好嘚瑟的？哼，又来！我改道总可以了吧？惹不起我还躲不起。我去，这么倒霉。晚上我们一起去吃他们的新菜吧。不去，晚上我还有事儿。你，哎呀，米总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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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子楠好。德德，没事儿吧？没事儿，追的剧男主死了。啊，大结局了，大结局了，死得透透的。不是，你这怎么了？你昨天晚上睡草里了？哎呀，在天台上不小心睡着了。妈呀，你这么不小心。艾米，你说如果一个女的送一个男的上班，他俩是什么关系啊？那就是同事呗，或者搭个顺风车什么的。对啊，没准只是搭顺风车的。那个女的住那个男人家里，那是怎么回事？那肯定是情侣啊。也是，这还用问吗？但是也说不定，可能
是那种关系特别好的朋友。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。以前我跟李迪还天天一起上学呢。那个女的摸那个男人的头，这你放心啊，那肯定不能是小情侣啊。公众号说了，这种情况那都是热恋中的小情况。哎，你说的这个人该不会是那个苏木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不是他，跟你屌关什么呀？你别给我听他。你现在来我办公室一下。好。老板，欢迎光临。来一份宠爱，一份甜甜的，一份奇数有余。哎，好嘞，稍等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好像苏大神过节就把那数据都算出来了。到时候应该要开个庆功宴，后续好多好项目，米娅都让他负责。米娅？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米娅和他关系不一般。是啊。小崔说，今天早上在地下车库看见他俩一块从车里出来，米娅还亲自送他上班呢。我一年前就看到过了，还是闲话少说吧，被米娅知道了，有你好受的。哎，我们这次年假去哪玩呀？哎呀，去哪玩啊？就没个男朋友，啊，单身。你以后啊，别自己做冰激凌了。这家的手工冰淇淋跟我们上次在奥地利吃的口感很像，你要是喜欢，我让老板每天给你送过来。不喜欢？没事儿，我还寄了很多口味到你家里。不用，我自己做就行了。那随便你吧。嗯。昨晚没睡好？嗯。怎么了？我这突然过来，你就睡不着了？你昨天抱着我的抱枕睡的。早说嘛，早说不就让你抱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吃饭，你真的不去啊？我不想去。去不去给他做冰激凌？去，不去。老板，我要一份草莓冰淇淋。那我要原味的吧。好好，稍等啊。哎，学姐，你是不是在这儿工作很久了呀？公司刚成立我就过来了。哦，那你这是属于元老级别的了是吗？哎，我也不算什么元老，苏沫和王彦毅他们才是元老，我比不上他们。难怪我说他们为什么跟米娅关系这么好。嗯，的确是啊。
我累，我回去了。你干啥了？你就累了？我昨天晚上没睡好。哎，你俩吵架了？怎么可能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不能吵架，会倒霉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水逆期已经过了，我就不信了，我离了他，我还活不了了。那行吧，看你精神不好，路上小心点啊。嗯。我走了。辛苦啊。睡草里了？没有。你小哥哥呢？跑了。我的小哥哥也跑了。同病相怜呢。请问你是要买冰激凌还是要人啊？甜甜都不在。哦，知道了。看来是要人啊。既然你有女朋友，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，我都不能给你走太近了，好吧？让我们好好的做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吧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喂，大姐姐。喂，豆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，怎么啦？不是说好打球吗？你忘了？啊。我马上收拾就过去。哦，好嘞，我也马上出发。
你怎么不玩了呀？哎，迪哥，再玩会儿。累不累啊你们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学姐可马上就到，一会儿我给你一个眼神，你们就都撤。好。哟，摩天轮。迪哥，我发现你挺浪漫啊。那是。我哥正好过几天就要求婚了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呗。这个恐怕帮不了你，不过豆豆姐不是一会儿来了吗？你可以直接问她呀，她们女孩子肯定比咱们浪漫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在哪玩的？走了。豆豆姐，你怎么今天咋这么会儿就累了呀？我爸妈不是不在家吗？我得去店里帮忙。来，喝点水。喝水。谢谢啊。你慢点喝呀。啊，不行，我肚子有点难受，我去趟厕所啊。我跟你说慢点喝嘛。我去趟啊。去吧。这呀，重色轻友，见色忘义，啥也不是。改天请你们喝酒。拜拜。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多了，今天吃太多辣椒了。嗯，哎，周周、陈峰他们呢？啊，他们有点事儿，先撤了。你今天生日会，他们怎么就撤了呢？你记得我的生日？当然记得，你是猪吗？不行啊，人多热闹，你把他们喊回来。嗯，咱们两个过呗。咱俩能干嘛？带着邓小雅。咱可以去游乐园呀、啊！去游乐园？你是小朋友吗？我们是去玩蹦蹦车呢，还是去玩海盗船呢？咱们可以去坐坐摩天轮，土不土啊？太幼稚了。还好吧。好什么呀？你赶紧把他们喊过来，我们去唱歌。可是他们两个不喜欢唱歌啊。是吗？嗯。NIING。Happy I N G， 星星了黄昏，黎明有你就恋爱 I N G。哎，你还是不了解他们，你看他们玩多嗨。你21岁了，想干什么呀？21岁，我一定要看一场现场的克雷顿比赛。哎，听说他们今年要来新月市，但是票特别难抢，要是能抢到他们亲照，就好。你放心，只要他来，我一定赢球。我也要！要什么要？要什么要啊？你哥不是马上要求婚了吗？正好学姐在，赶紧请教请教。
你哥要求婚啊？是的，学姐。我帮你，求婚这么好的事儿，我帮你好好策划一下。谢谢学姐。来，祝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终成眷属。哇。嗯，我的歌，我的歌。死了都要爱，不离你尽致不痛快，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，死了都要爱。这是你最想要的签名款手套。学姐，迪哥的生日你记得这么清楚啊？那当然，他当年进棒球队那天就是他生日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哎，你快试试。不用试，你给我买的肯定合适。嗯。迪哥，你需要创可贴吗？我要创可贴干嘛？你的脸呐都要笑烂了。生日快乐，来来来，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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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没少在对方面前出丑，我就想，我爸妈为什么不多给我生一个弟弟呢？但是，有你在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男版的我，所以啊，我爸妈就不用生了。说好了啊，这个啊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弟弟。弟弟多好呀，不用长大，来，快，干了。在家呢，批文下来了，还有设计图纸也出来了，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。嗯，知道了。今天你生日，你最大，听你的。那咱们走吧。那我们明天就着手求婚现场，走。走。多远才能进入你
别喝这么多酒了，你还不够了解我吗？我酒量有多好你不知道吗？对了，我还有我爸的藏酒呢，我们再继续喝点。哎，别再喝我就回不去了。也对，你酒量那么差，你就是个弟弟。弟弟？谁是你弟弟？来，喝水。喝酒？你就是个弟弟。我好了，天色已晚，你该回去睡觉了，我要休息了。你真没事？放心啊，大弟弟，21岁生日快乐！快乐。好啦，走啦。那我真走了。走吧。啊，等会儿，你礼物。谢谢。走吧，赶紧睡觉。谁啊？干嘛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